mission 又完成了，看是什么？金券加五。ワンコデボンで一万五千点獲得しよう。哦，在那个砸地鼠那个游戏里得到一万五千点，就可以达成这个，来达成。就是这么点儿了。哦，其实有三个任务了。嗯啊，我们基本上都完成了。好，来，我看有没有那个。果然今天有这个秋内空巴子里，只有周末才有的。好吧。哦，你看呗。这个中间这个叫什么幼兽啊还是什么的黑兽的，他超强，看能不能抽到他啊！来吧，开始，乔内克马兹里，十个，这萨满，萨满猫，对漂浮可以，哎呀，僧侣猫，糟糕，完全没用上，下一个，好常见，跳舞猫 ，Oh no， 下一只。漂流鹅 ，no， 再来一个，哎，图腾猫，没有超级呢，不是翻倍吗？超级的概率，超级来了，新的，哇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波塞冬，超级稀有，哦，真的是波塞冬，哇，海王神波塞冬，看他拿着鱼叉，哇，海鸥星波塞冬，哇，好帅啊，他有一个推进器，你看到没？哇，好帅呀 ，Poseidon！ 我想看他怎么攻击，待会儿我们去图鉴里看看啊。好的。哎，他的特点你看。车轮。哦，车轮。好，太阳猫。下一个。有新的。是。超帅，今天。这是。这谁呀？这是天空神。天空神。宙斯。天空神 Zeus。哇。宙斯。宙斯，我都看不全。我听说宙斯嫌疑找死啊。啊？什么？宙斯谐音找死用宙斯就是找死啊！哇，那先取得再说。先取得，他是对什么？哇，这脸！哇，宙斯神的脸，太帅了！又来跳舞，好吧，这个跳舞是出来庆祝一下的，是吧？嗯。下一个，耶！侏罗纪，然后呢？没有了。哦。但是不错了，两个新的。还来不来？我当然来了，但是我先去看看已经得到的啊。怎么攻击的？对，哎，我们在直接在图鉴里看。嗯。哎，超级。超级稀有，在这儿。这个宙斯，宙斯啊，这是那个波塞冬。波塞冬，嗯，哇，波塞冬，哇帅！怎么打？这样，哎，怎么变这么小？哎，就这样吧。然后我们看怎么攻击啊？攻击！怪不得变这么小。这就大了吗？怪不得变这么小，帅气啊！宙斯去。宙斯，哎，宙斯在前面。嗯。宙斯，哎，我们应该先给它进化了之后再看。对不对、有道理，先进化成至少那个第二形态再说、对不对，这样可能就会更帅一点了，在这儿、好，十级就可以了、进化了吗？多了一级，进化了是吧、多了一级，哎，宙斯呢？宙斯 也在这附近是吧，这个好，先到十级、哇，完全黄金色，走去看他的攻击，先看波塞冬，好，来他。好的，波塞冬，来攻击一个吧！哇，好像没啥变化，好像没啥变化，只是身上这可能黄金的部分更多了一点，是吧？好，来那个谁，在前面是吧？在前面，哦，在这儿，天空神宙斯，但是他现在应该是那个什么形态？对，我得给他切成这个形态才行。然后，哦。哇哦，看不全呢，是不是、完全看不见上面？打吧，打一下看。哦，打就落下来了。哇，一个闪电，是不是？不帅呀，气势并不是很足的样子。嗯，哎，被击退，气势并不是特别的足啊。嗯，还行吧。我们看它的特点是对什么啊？嗯，哎，这个家伙是天使，可以特别扛天使。这不是第二形态啊？第二形态一样的，它呢就是相当于一个盾呗，是不是啊？特别扛天使的揍。宙斯居然是个盾？对呀，宙斯盾呢？宙斯盾，美国有个航空母舰叫宙斯盾级的航空母舰。然后呢，波塞冬是，金属的敌人必定静止，可以必定停止静止金属敌人。那完全就是针对金属的，不对金属可能没什么优势，是吧？对，好吧，这两个可能比较的，不全面啊，看看以后有没有机会用到它们吧。好，
那么马刺里当然还要继续抽了哦。啊，我们还没有抽到那个右兽。你又点错了。因为我发现我的手柄不很顺呐、啊。你非得要抽右兽吗？这个右兽据说超厉害，我是看过大家的评论的。不是说好美女神是最厉害的猫吗？啊、不，那个右兽也超厉害，美女神也是 S 级的，那个右兽好像也是 S 级吧？哎，探查机好长时间没见了。探查机来一个，啊，下一个。啊、那个西园寺，对吧？西园寺已经有了，对，哇，已经出了好几个了，都加三了。下一个呢？葡萄太郎可以加一级了，虽然我用的也很少。僧侣猫又一只，好，下一只，哎呀，丘比特加了好多了。来一个超级，超级萨满，萨满加一级，下一只。探查机，最近怎么总有探查机？没有幼兽啊！幼兽，跳跳猫，好来，幼兽魔法少女 ，Nico Majo， 然后来，这次也有两个超级稀有了，对，虽然重复都是重复，哇，没了，我决定再来一发，你就快没了，没有，还有。这个超级稀有翻倍，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。来了吧，新的。Who is this？ 这是谁？阿西鲁嘎。啊，这也是不明包。得到十级才能知道啊。嗯。待会儿就去给他进化。下一个魔法少女，所以每十个里面就有两个超级稀有。嗯。侏罗纪。啊？啊，他升满了。啊、嗯。那直接变成经验吧，变成我的经验。好、哦、的、啊，这个不要变经验，能升级还是先升级啊？好，下一只，丘比特，咋把多的升一下吧？豫章猫，好，再来幼兽啊！幼兽，新的啊，不是新的、啊，这个已经有了，那个叫金川一员啊，嗯，果然金川一员要升一级啊，十一级，然后下一个美容，那已经有两个超级了，可能不会再有了。也许，大概。艺术家，下一个苹果喵 ，Apple 也算是比较常用，没有了。要不今天就先到这儿。先到这儿吧。已经出了不少了，刚才我们新得到一个，再去看看啊。嗯。Power Up， 超级稀有。我们不明猫也攒了好多了。嗯，不明猫可以组一个军团了。哎，这，你是吧？来，先升到十级，看看你是什么特点。好壮啊，这个看着像那什么，嗯，但那个大狂乱神，哦，有点像那个黑巨神是吧？嗯，这个脖子特别短，没有脖子，它可以大范围的让敌人行动变慢。看看它是怎么打的，哦、去图鉴里看看，嗯、走，去搂一眼，好，图鉴，超级稀有。后面呢在哪？在哪呢？哎，过了啊，他是吧？好，你噔，好，哈鲁西嘎，他进化之后叫光看见大脚，他进化叫阿西朗帕萨朗，他也是帕萨朗一族，对，帕萨朗一族的。然后喂，还是看不见，只有他蹲下来的时候才能看见啊。嗯，我们希望他攻击的时候是蹲下来啊。嗯，好，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啦！哇，什么姿势？他要干嘛？哇！这是什么攻击？哎，他这个动作的话，不是坐在自己人头上了吗？他并没有往前攻击啊。对啊，这不是很奇怪吗？你这样不是坐在自己人头上了吗，大哥？妈呀！好奇怪啊！好奇怪的方式啊！哎，我们把今天抽到的组一个队拿上去试试吧。好，好不好？给大家都展示一下啊。那么用这一套来组吧。嗯，我这边组上几个，你组上几个啊？好。来，我这边组上谁来着？那什么帕萨朗。帕萨朗。帕萨朗就算了吧，先弄那个宙斯之类的。都弄上，一起都弄上，我们打一个简单关就行。帕萨朗啊，帕萨朗。然后还有什么？宙斯。宙斯是吧？宙斯和波塞冬。好，你要宙斯还是要波塞冬？给你留一个。我要波塞冬。你要波塞冬啊？那我来宙斯了。宙斯没气势。宙斯众神之父啊，还没气势嘞。好，你换吧。波塞冬。今天还有别的新的吗？没了，我这边再带上个胖子行吗？我怎么总感觉还有你上个大狂乱胖、嗯，我怎么总感觉还有个新的呢？嗯，确定没有了？确定。来，大狂乱胖，
然后我这换一个大狂乱莫西干，他跑得快，在这儿。然后他俩也可以踢掉。他俩在这儿，我们就打一关简单的就完事了。好吧。是不是？主要展示一下，比如说开眼姆特，打一下开眼姆特。哎，我这还开着经验值上升呢。开眼姆特简单吗？开眼姆特现在打应该很简单了吧？以前比较难。统帅力减150呢。没有问题，外星。好，那么我们先升升钱啊。嗯。先把这个经济基础打好。外星的话，我们有美女神，轻松赢。啊、嗯。好，所以我们先这样啊，先试一下我们今天这几个，然后就上美女神结束战斗就行了。嗯。好，我先攒一个吧。好。我先攒一个。谁呢？我宙斯上着。啊，你先上着，我准备上宙斯啊。啊、嗯嗯。哇，有点凶猛啊、我们这些只有十级吧？对。我天，所以啊，像这个地藏什么的也得上着。嗯。好，我准备上宙斯了啊！上宙斯了，我先上他了。什么帕萨朗？他蹲下了，看他怎么打。哎，你咋地帕萨朗？你要怎么？哦。啊，他只用一只脚给敌人减速了。啊、哦。你上了波塞冬。对。然后看看他的大龙头，来，啪！棒。还不错是吧？只不过级别有点低，他的攻击方式挺帅的啊。好了，我要上宙斯了。来，众神之父，你看这块头，众神之父打了吗？打了，美女神啊，美女神上了，波塞冬好快，好快，不愧是推进器。嗯，他乘着浪，你看到没？他有浪，所以黑浪，所以他比较浪。好，他比较浪。打塔的，杰西姆特还没出呢，杰西姆特还没出。嗯，哇，大块头总是走得很慢，那就不用出了，还给大块头走。那波塞冬这块头有点巨大无比啊。黑姆特跑哪去？哦、来了，来大龙头，龙头可能打不动了，上炮灰啊，要不然美女神被近身我们就打不过了。美女神，众神之父使了，他只有十级，来一把。哎呦喂，我都没看见，这么没默契吗？快快快，上点谁上点谁，打不过，上点谁上点谁，你希望。没有，他这个开眼姆特死了，他的开眼姆特应该是漂浮，美女神死了，上炮班长什么的应该也行。美女神也死了，早死了。下一个美女神，来，然后你下一个谁快好了？下一个波塞冬快好了。波塞冬，哇，他们级别太低了，打不过。波塞冬，他们级别太低了，没有升到三十级还是不行啊。波塞冬，秒杀，被秒杀。来了，美女神不出来的话，我们就输定了，就看美女神的了。当然，我的地藏猫也在努力着。你地藏猫干什么事儿？一枪一枪的打他，地藏猫也是有攻击力的，好不好？美女神加油啊！我们要坚持到他出来。来，美女神还早呢。美女神还早呢，这就是问题所在啊！完了，被打塔了。完了，完了，我们大意了。瞬间爆塔，好吧，还是等级碾压了。哼 ，boss 还有89%的，完全打不过。好，我们主要是看一下他们几个人怎么攻击啊，嗯、还是波塞冬不行啊，波塞冬攻击帅一点，好脆呀、啊，这个宙斯块头大一点，波塞冬好脆呀、所以整体来说还是得美女神呢、啊，嗯，好吧，我们看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啊，你得先把阵容调过来再打，德尼西斯代级，这个是刷经验的，对了，我现在刷经验老狠了、嗯，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刷经验的关啊，嗯，哎，这样我们存一下，我得用单人模式。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刷经验有多快，嗯、来给我拿着，来给大家展示一下、嗯，我号称是史上最快的刷经验、嗯，看看有没有人破我的记录啊！好，阵容方面我要用我的第八套，就这套，这套刷经验老快了、嗯，然后我把我的那个刷经验的那个道具打开啊，好，1.5倍，好了，超级速的刷经验开始啊！好。我打的变数太多，我都总结出经验来了啊！这时候一上来就上地藏，完全不要生钱啊！上了稍微慢了一点啊，等地藏掏枪的一刻，上一个胖子，这样的话就会挡住后面的小黑狗。你看啊，刚好好，是不是？刚好挡住他小黑狗，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狂上了。狂上的目的就是要尽快的把对方的第一波逼出来。他有两波，第一波是黑袋鼠他们，然后第二波是那个黑喷喷。所以现在我们要狂上，把那个早一点把黑袋鼠那一波逼出来。黑袋鼠、黑猩猩逼出来之后，然后应该很快就干掉，然后上悟空。
悟空上了之后，钱上了之后马上上瓦基里，然后等下一波钱出来之后马上上真田幸村，然后再马上上觉醒姆特。好了，就是这么个打法。然后呢，马上就可以把黑喷喷逼出来，黑喷喷逼出来了，直接给他推回去，直接给他推回去，不用打死黑喷喷，直接爆塔，直接爆塔，直接爆塔，抓！觉醒姆特呢？爆塔了，是不是很快？是不是很快？就是第一发那个猫咪炮，那个激光第一发还没准备好的时候就爆塔了，所以我刷经验超快的。再给大家展示一遍啊！晕了！大家按照我这一套组，应该是最有效率的刷经验。晕了，这么多东西。是最有效率的刷经验了啊！就是黑喷喷都不需要打死就可以通关的。来，比如说啊，这个时候第一时间上地藏，然后地藏掏枪的一刻上这个大狂乱炮，要不然的话这个地藏就会被后面的小黑狗打死，这样的话他就不会被小黑狗打死。你看是不是刚刚好，那个大狂乱炮会给地藏挡住那一发，这样一来的话我们所有地藏猫都活着，开始打他的黑猩猩。然后这个时候不用着急啊，这个黑猩猩打不死也没关系，只要能把他的袋鼠和黑猩猩群逼出来就行了。然后他们逼出来之后会马上死掉一片，第一时间就可以上那个悟空。好，第一时间上悟空，然后这个时候上瓦基里，上一个蒲岛太郎也行，不过蒲岛太郎不重要，无所谓。然后钱出来了上真田，然后再等一会儿之后，好，等这一波打完了之后就上觉醒姆特。好了，觉醒姆特过去挠塔逼出黑喷喷来。好，黑喷喷出来了，马上把他顶回去。好的，他不会出塔的，这时候他一直在塔的范围内。你看那个右下角那个炮，那个炮的时间完全都还没到呢，我们就可以爆塔了。看来吧，谁爆塔？哎，这次不一样，这次黑喷喷死了呢。以前黑喷喷不用死就可以爆塔，没关系。 OK， 52万经验，反正很快，是不是很快？所以我现在都刷到1500多万经验了，我估计应该没有比这个更快的打法了。如果大家有说比我这个方法更快的刷经验的方法的话啊，欢迎来挑战。如果有更快的，那我们就来学习一下更快的啊。五天三阶，五天走得太慢了。哦，对对对，我真田如果三阶的话，可能更快一点，是吧？真田现在没三阶，五天三阶会走得快一点。我看看啊，会不会他三阶之后就会走得快一点？超级里面，五田三阶，体力攻击力射程上升，他走得太慢。我们这个打法他是走不到塔的，所以我觉得武田肯定是不行的。我们一直说欠武田一个三阶进化了，所以来吧，武田信玄三阶进化。哇，有点忒帅了吧？还是风林火山蒙牛的武神武田信玄。哇，那字儿还是风林火山，还是风林火山啊。走去图鉴里面看一眼啊，图鉴里面看一眼，帅帅搭武田变成什么样了？武田是不是你啊？武田，哇，就是他。来打一个啊！风林火山，他这个大斧子好像也变化了，样子也变了，是吧？然后斧子上开始冒火，来一个，还这个吗？风林火山，但是这个斧子大多了。哟，好像还出一个后转神，还前转神。那我给他换上去试试吧。啊，行。是不是？马上把它换上去打一下经验关呗。既然大家都强烈推荐它，蒲岛太郎换了呗。蒲岛太郎换了，蒲岛太郎好像没用。蒲岛太郎比较慢是吧？他走得也太慢，还得走得快的。但是武田我估计走不到他，除非我就是先憋武田，我就一开始憋一个武田吧，别人不上了，好吧？可以试试，专门来试试他的威力。来啦，武田信玄一开始正常打啊。好，打好！掏枪的一瞬间，上大狂猫来了，就是这个时机。这个时机早一点晚一点都不行，早一点的话就会这个大狂乱猫就会白死了，啊，这其实有点早了。再稍微晚一点就好了。好，这样还可以了。我们主要想看看三阶的武田有多么的嚣张啊，是吧？来，逼出来，把他们逼出来。好。来了，武田信玄上了。走得这么慢吗？走这么慢吗？悟空上一个吧。悟空辅助一下吧，是吧？瓦基里也上吧。所以用武田信玄就没办法速攻了。想要最快速度的那个收塔的话，还是得
用这些跑得快的。看五天。好，五天出来了。五天打了呗。五天还没打，还没到呢。所以就是说，按照正常时间，这个时候已经开始要收塔了。五天，哦，到了。放。哎呀，好像挺快的。哇，好像挺快的。啊。五天那一刀劈塔。先没了。啊。好像挺快的啊。哎，不错哎，大家这个推荐也不错。那么我看真田能不能升了，进化了。真田应该是东西不够了，真田不够了。嗯，蓝色的猫宝可不够了。嗯，他俩都是用这个蓝色特别多。对，所以不够了，下次我们攒一攒的吧。好，好吧。哇，武田进化很帅气啊。然后金川议员也是对黑色特别强，把他放上去也有可能，但是我不知道他走得快还是慢。